女人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经，如果我们在来月经的时候多注意身体，多加补充以下的食物，不仅能帮助我们把子宫的污血排干净，还能滋养我们的卵巢，让我们女性从内到外显得更加年轻。一、榴莲。榴莲是有人爱有人恨。二、葡萄。女人来大姨妈月经的时候会流失大量的铁元素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液。二、龙眼肉。我们经常说的桂圆就是中医书讲的龙眼肉。四、葛根。在所有的抑制植物雌激素的植物中，以上这四种对女性身体特别有益的食物，我们可以在来月经或平日里食用，能帮助我们排出子宫的污血，还能滋养卵巢，让我们女人显得更加年轻漂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